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茶客小卢。现在是上午8:30，我今天来了有点晚啊。像我这现在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。他这个我后面的这些饼，你像我这个饼嘛，因为我平时的话是包了一个罩子，所以打扫的时候擦这个罩子就可以，不用说直接去擦饼。这样的话也会减少这个饼面这个外面这层宣纸的这个磨损。另外呢，就是卖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卖这个样品，因为我这个是没有展开的，而且也特别显干净，这样的话就擦起来会特别方便，拿起来就能擦，大概的话就是40多分钟就能擦完，相对来说会比较快一些。我原来没有包这个罩子的时候需要干好久，而且还得防这个茶巾还不能说太湿，还担心碰到这个宣纸会特别麻烦，现在就省事多了。所以呢，懒人的办法总会比问题要多一些。好了，我要加油工作了。